或许原住民的学校可能会比较着重在民族教育文化，我希望把学校教育氛围朝科技教育的方向去迈进，把偏乡的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导入在城市语言里面。2018年我们有申请一个行动学习的计划，在资讯课的时候教学生从 Scratch 的基础的开始，培养学生一个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学生他们一些适当的刺激，其实真的就是能够发挥出他们潜力的部分。一开始是老师在用那个大电视来教我们做那个 Scratch， 然后每天早上来就是来开电脑，然后再自己重复做一遍。暑假的时候老师就是有办一个 Scratch 比赛，一开始很紧张，然后我们就讨论了很多，我们都试着用一格一格的那个程式试着一个一个做，就赢了这场比赛，觉得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很开心。在科技教育这一块，它可能只是一个点，那智慧校园它其实就是一个面，希望就是可以把科技教育在偏乡或是数位创客在偏乡也能够有所亮点。